谢支持我的朋友们，也感谢没有投票给我的朋友们，因为你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了。没有人需要对选举的结果感到失落。One City, One 惠民。此时此刻，对柯文哲而言是选举的结束，但是是承担责任的开始。我会更加谨慎、谦卑、艰苦奋斗，在市民的监督之下，实现政见的承诺。抱歉，我们没有达到各位的期望。那么，这是我个人的责任。我们因为我个人努力不够，而无法在这一场台北市长选举当中取得胜利，在此个人深深一鞠躬，感到抱歉。对不起大家，我们努力不够。我想我选择是对的，因为我本来是台北市第一次选台北市长，所以我想他可以改变，让台北过得更好，所以我也是第一次选台北市长，我就选上，我非常高兴他可以当选。我觉得对，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全力以赴，就是不选举只是一个结束，但是之后是这四年之后台北要怎么样发展，就是从明天开始大家好好的加油。对，